妹吧，太好了，这样就能找到大宝跟小宝了。我最喜欢喝茶吃的东西，好运梦在为多位开始加呢。不然就从那小只的开始吃好了。小天使，快来救救我吧！哎呦，解过啦！你怎么也被绑住啊？因为我刚刚在另外一个世界跟人家玩那什么皇后游戏嘛，输了就被绑成这样啦，好羞赧哦。哎呦，既然你听到一声皇后游戏，我就陪你玩皇后游戏，就认真把那个小孩抓起来，刚好今天才刚才。王子，事到如今，我只好使出大绝了。既然如此，就这么办吧。我用那两个小萝卜头跟王子给你们交换，我可以当你的 partner 哦。你这家伙！哎呀，实在是真 cute 呢，无你都做我的 pet 化。夜色主人，你说的我照办。我看也是变啊，虽然你看起来瘦瘦无啥吧，不过摕来滚汤应该嘛是袂歹吧。就你急，快点去滚汤！你哪会滚汤是你吧？我的天，这是没点事，你快点走吧！谢谢。究竟是命运的捉弄，还是编剧的安排？原本应该救人的王子，竟反被别人所救。这一场宿命的闹剧，不是说宿命的对决，会如何发展？我们看下去。去死吧！我应该说去救他们的吧。小天使，救我！你快点。帮忙我们吧！三个小时要到了，我要走喽。你这没用的家伙，看来只好靠我自己了。这时，王子拔出勇气之剑，准备给蒙奇亚致命的一击。看到。奇亚，小心！我的大宝跟小宝在哪里？我的大宝跟小宝！你抱错人了哦！我还是搞不太懂，竟然他们两个就办法打败牛了，为什么还要找我去救他们两个呢？因为编剧说这样才能凸显你的没用啊！
根据湖中女神自治条例第37条第7项第5款，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。我想要找到被绑架的孩子们。这还不容易吗？你根本就是神灯精灵吧！哦！那样子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。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，乖乖跟我回去吧。哇哇哇！这个要撞到！这是哪里啊？哦，你就是来拯救我的王子吗？我在这里等你好久了。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，走一趟很快就挣脱了，我们再赶快离开。乖，我们走了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傻逼，我们要回家了。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哦，什么管家，三个小女孩你打过？烂，哎，我只好去找森林里的雅各。这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哎，是你？是我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的城里里面有啊叛逃者，需要你帮我把他们抓回来。那我可以吃掉他们吗？但不行，小狼狗，我要活的，懂吗？那我的奖赏呢？奖赏会飞，餐餐西虾宠爱你的他，给我！狗狗真是人类最好的伙伴啊！走啊！喂，我的行李好重哦。谁来帮我搬呐、啊？小心点，接下来就是狼人出没的地方了。想不到你这么敏锐，连有狼人都感觉出来啊！哦，我懂了。那如果我真的遇到狼人，该怎么办啊？你们不会是想把我？哈！三个女的，一个男的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三个女的，一个男的在逃跑啊？我刚才看他们往那边走了。哦，是那边吗？啊，谢谢。刚刚那是狼。啊，我不过是个正值豆蔻年华、破瓜之年的青春。美艳动人大方亲人像的美少女，我还没好好享受我的人生，我连台大陶友街都还没有去过，我还不想这么早死啊。你不能安静一点吗？要是被发现了该怎么办呢？不好意思啊，你刚刚是说他们往那边走吗？对，就是那边。好，谢谢
你们不觉得那个狼人是智障吗？你再说一次试看看。我是说你硬件挺拔，潇洒又迷人，还有这么好身材，又这么会跳舞。怎么样是你这没用的家伙啊？我还没欠我的钱还没还我，我是不会帮你的哦。什么时候你还说这种任性的话？那你早点出女友的一面吧。啊，看起来你请的帮手不过如此而已嘛。哎呦，你别太小看我啊！你知道我可是直立到黑带八段高手啊！你看直立一气比人家大了一倍。这种货色我轻轻松松。这我无法。哎，那个小子到了，我要走了。看起来没有人可以救你喽。我行李好重，都没有人帮我搬了。你才没有行李嘞！你们两个够了，我们快回去救他。你疯了！我们才刚逃出去，你就说要回去。如果你真的要回去的话，我就……为什么？好吧，好吧，你就要逞英雄。小鸟，小鸟，你们为什么这么开心呢？等等我！说好的西沙呢？我要你去抓三个女的，你抓一个男的回来要干嘛？哼，你骗人！我不跟你好了。好了，谁想跟你好啊？你这个小孬孬，天龙国王到底是给你什么好处，要你来我城堡抢我心脏？我不会像你们这种绑架犯啊！我恨不得见一个除掉一个。话不要乱讲。当初我哥哥去帮他们除老鼠，不是吹笛子，除老鼠的时候，他说他一点工钱都没拿到，不觉得他很可怜吗？总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我拿了天龙王的钱，我就要把他们救回去啊。你拿钱了吗？还没，不过你看到最后他一毛也不给你。真的，我保证。一定要去测试。原来我只是一个没用的小叨叨。小叨叨，你乖，你乖，你在这边帮我把其他的人质看好。天龙皇给你多少，我给你 double。你不要被这个狗一男给骗了，都是他把要给他哥哥钱拿去买资金，我们才被他哥哥绑过来这里。小姑娘，你讲话不要这么伤人，一支直笛没那么贵。他都告诉我了。什么？你这是叛徒胡克？胡克！阿娘们，快来帮忙！王子，我来帮你解锁喽。你们不要过来，不然我就把他，怎么这么厉害？等等，我还要救其他人的。没有听众的演奏者，就像是没有拉着拉筋
没有巧克力的圣诞，没有烧饼的油条。我吃烧饼才不加油条嘞！关我屁事啊！我吃烧饼就加油条。这样，我活在这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？怎么呢？这样我可是专业锁匠的，这种简单的锁，看我用高科技的力量给解开了。而且这种锁比你钱包里面的锁比起来，真是小巫见大巫呢。交给我就对啦，高科技哦。混蛋，难怪钱包的钱都不见了。男子，男子，我们都抓快啊！你可以，你可以。你们怎么出来的？算了算了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陈子，走了啦，走了啦！我还没打开耶，奇怪。现实又不可靠，但要不是你，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出来了。感谢一路上有你陪我，我才不会这么孤单。你是一个尽责的守护神，也是一个真心的好朋友。
就这样，王子的下半辈子就在精神病院中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真的是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这里是哪里啊？好大的房间哦！我又是谁啊？对了，我是小咪，我是乖孩子，我要去上学啦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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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